要买家饰、买床、买桌子，来大三角的 UFO 就对了啦。一进去会先看到很多不同款式、不同种类的沙发，要单人的、双人的、多人的，任你挑选，一定可以合你心意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一款，听说是这里最好卖的，颜色是属于深色系，就不会过时的那一种，坐下去的感觉很有弹性。这些扶手啊、靠背的啊，都是很容易瞧得到。他们的沙发颜色有200多种，那么多米色跟褐色的就很百搭，放在家里看起来舒适又大方。防水的布料更是容易处理污渍，除了防水布，还有这个看起来很像真皮但却是布料的科技布，坐久也不会热，非常透气。还有颜色选择，很多人都喜欢在买之前比跟不同国家的 quality。 这里的床有来自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澳大利跟美国的科技，一定可以给你比到爽。来自法国的 Dumas 用的是纯天然乳胶高密度记忆海绵，高度有16寸，超级有弹性，帮你睡得很甜蜜。另外一个卖点就是不会太过重，而且还有15年的 warranty。 已经在 market 领先8年的冰丝布床面，来自美国的这一款床褥非常适合我们 Malaysia 人买来睡，它的布料睡起来是那种冰冰凉凉的 feel， 外面天气多热你都不用担心会热到睡不着觉。采用 12 zone mini pocket spring， 不管你怎样动都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。要圆形、长形的餐桌 UFO 这里都有。很多人会怕说桌子用久了污渍会渗进去，从中国进口的天然蒙古石就不会有这个问题，而且还是防刮的。支撑桌面的则是欧洲进口的白蜡木。要大理石桌面，但是 budget 又紧，这种用 3D 打印技术的你就可以考虑。我是觉得这里的桌子款式都蛮新颖，摆在家里很显高级。打造智能家居可以来个智能床头柜，点一点就有灯，还可以换颜色，手机放上去还可以 charge 电，还有指纹 logger， 大小刚刚好，不会吃地方。旁边还有 USB 和 speaker， 有兴趣的可以过去走走看看啦。